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王禅老祖开济天龙，万圣之主护我七上帝。界限我慈悲明示护我七上帝，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胜，家史灌顶见太平，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各位维新僧家、维新贤士、各位法师讲师代表，九九法会坛上，莲桌上，列祖列宗，三界万灵，诸灵众等。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佛说大阿弥陀经》。《佛说大阿弥陀经》是法藏比丘他悟道之后所发的四十八大愿，也是代替所有法界无论哪一个世界的天人变会软动进入每一个人心中为各位所发的大愿。若是十方法界宇宙虚空诸灵们同时发出这个愿，悟到这个愿的时候，当在任何一个星球世界受身或者灵魂界异世界受试一段，你要到极乐世界去，绝对可以在极乐世界那里成就。所以王禅老祖在民国82年的时候就开始要我们维新贤士同修大家要共修《佛说大阿弥陀经》。当你发这个大愿之后，你悟了若是你悟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天下宇宙虚空所有无量无尽无边际的天人圣神众等都是一条一个心，都是无量光无量寿数的啦。所以我对于西方极乐世界净土我也就发了一个愿，希望人世间地球这个地球上也能够依照中华文化道统伏羲氏族以来7350年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还有百家思想融合为一，也建设一个维新世界娑婆世界成就为也能
心世界。唯心世界并不是只限于我们有形的世界，而是心灵安详的世界。所以这个一切那么多那么多的话，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讲得完的啦。所以我们人生有多长呢？确实没有办法你去算。人间的寿司身体是有限几十年，但是我们的意识里面灵魂世界的寿司就无量数劫，算也算不清了啦。既然我们来到世间有这身体以后，我们就做有形身体该做的事情，把它做好了，我们心就问心无愧。好，那法藏比丘在一万年左右呢，在世间上啊，他为各位为所有未来的众生说出每个人灵性的原始原点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庄严。那么你要回到这个世界的原点去找的时候，你务必也要这么多的愿。有如前一段时间为各位讲解太极天七十二天师的圣法啊，那么南天净土的圣法，鬼谷先师天德经啊，三十三天王，三十三天的净土妙法，同样的道理。所以当你知道一切法的时候，你一定要自发一个宏愿，你要到哪里，你要依法修行，你就可以到哪一个世界去。但是最重要的啊，王禅老祖开示我们，你时时刻刻你的本愿会啊受到很多很多的考验啊，这些考验呢让你无中生有，你没有愿，没有愿力，你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所以有人说，哎呀，我没有进入中文，没有修行的时候啊都好好了啊，为什么我一旦发愿要修行呢？啊，这魔障这么多，障碍这么多啊，各种烦恼都来了。哎，你不要说我发了愿才有这些烦恼，不是这样的。啊，回想到民国七十一年病得最严重的时候，在二月十九开始生病嘛，到四月中旬去台湾祖师那里啊求度求助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啊借着谢老师的口呢开示，你的障业障要一次还，或是要分期付款来还，啊，分期是不是要分一辈子再来还？那我说那时候也什么都不懂嘛，顺口溜说我想一次还呐、啊，想一次还清。哦，那时候都不懂嘛。好了，观世音菩萨呢点点头，那你回去七天内你要很忍耐，你要注意啊，什么事情要记住。那我回来了之后，哇，我的病更严重了，孩子不平安被车撞了，公司的工程师员工吵架打架，什么事情都不管，什么问题都来。吼，那一个礼拜真的很难过耶，病又更严重，那时候肾脏萎缩嘛，一个胀起来啦，还有一个萎缩了。哦，尿尿尿不出来，大小便也尿不出来，什么都来了。哦，那时候好后悔哦，才想到说要一次还，原来是这么还哦。
都分期付款慢慢的行，不是很好吗？啊，那我再一个礼拜再去找谢老师了啦。啊，那谢老师呢，他又在禅坐着坐下来了啦。观世音菩萨啊，又借他的口开始了。啊，一个礼拜很难过哦。啊，账要一次还，没有那么简单，还有很多还没还完呢。哦，大海啊喽，哦。后来讲好好念佛，一心念佛，阿弥陀佛，啊就好了，啊早早的修，意思说反正现在后悔来不及了啦，你要面对的这些烦恼，要坚持下去，但是我很有耐心的，啊那时候的耐心呢，哦、啊、现在事情过了那么久了，我想给各位分享一下。好不好？好，好哦、就是一股力量，一股力量，爸爸妈妈都还在啊，哦，不能早死啊，若是早死了，爸爸啦，妈妈，哎呀，那个乖啊啦，共刮他头啦，永世不能超生啊，想到这里就卡位另一样啦，哦，不修也不行了啦，想到来呢，我都是。当时呢，台中县第五期大理都市计，湿地重划都是我在办的啦，规划设计、测量、分配土地等等都是我办的啦，啊，那怎么办？啊，中间死翘翘了怎么办？那绝对不能死啊，是一股力量啊，哦，还有很多地方在测量，哦，都没有完成嘛，丢在中途也不行啊，怎么办？哦，那也不能死啦。哦，再来，孩子小了，哦，最大的七岁了，哦，那怎么办？哦，孩子小，两个三个孩子都那么小，啊，太太又年轻了，哦，太太年轻呢，啊，师母又很漂亮啊，哈，那都想起来哦，啊，若是说以后呢，我死翘翘了。啊，老婆为了顾孩子，有时候要改嫁啊，啊，再嫁、啊，为了顾孩子啊，到时候呢，想到人家说你的孩子打我的孩子啦，我的打孩子打你的孩子啦，我们的孩子打我们的孩子啊，想到这里心都捂住了啦，哦，着急死了，最恐怖了。再最后一个呢，若是死了，不知道往哪里走啦。哦，天堂在哪里呀、啊？地狱也那么深呐、啊！哦，怎么出来啦？哎呦，那时候这几个力量让我赶快点修行，赶快念佛。哦，认真念佛啦，啊、就认真修，依照观世音菩萨、哦，台湾祖师爷啊的开示，遥处金母的开示，认真念佛，认真打坐念佛。认真忏悔，哦，到七月一日那一天，六月十九日，在台湾祖师那里，哦，台湾祖师慈悲，啊，王禅老祖请他光降下来，那合老为一。那时候那一股刹那的力量，啊，那整个希望都出来了啦。自己依法修行，你就可以去体会到。但是那时候呢，哦，祖师爷要我发愿，哦，我发愿了。后来想想，好了，我说若是再给我三年就好了，三年孩子比较大了，工程已经收拾了，哦，那再死也没有关系啦。啊、哦，那时候呢。我就花一个大愿，愿给他花的大大的，看不下跟戏呀，哦，然后就花了。哎，若是我好了修行，要肩负天下太平的担子，嘿嘿，我想这样够大了嘛。那时候只要命留下来就好。想到刚才讲的那四个原则呢，
那个烦恼真的不敢再回，不堪回首了。哦，所以渐渐的修行好了啦。没有想到呢，啊，发的愿那么大呢，啊，老祖就开始呢，哦，一步一脚印来教我怎么做，教我怎么修行，在打坐的时候啊，教我怎么做学，怎么修法，怎么练，怎么什么。哎呦，过今天呢不是假的，啊，一路走来到31年嘛，31年的岁月，从无到有，3块钱起家，哦。我再想一想，各位同修啊，你们要有成就，一定要发大愿呐！啊，所以我带着各位一起皈依的时候，4大宏愿而已哦：众生无边誓愿度，无众生别，烦恼无尽誓愿断，悔恨贪欲啊，法门无边誓愿学，啊，一切佛法啦，啊，那个。活到无上了，誓愿成，修成正果。所以我带各位，你们皈依了，只有这4条而已啊，没有多少。那么今天呢，哦，那我看到阿弥陀佛，他6波罗蜜，6个宏愿，6波罗蜜不够，那是基本的做人原则啊。所以阿弥陀佛就法藏比丘发了更大48大愿。我花只有一个愿，天下太平了呀。哦，如果是能这样就好啊。那么阿弥陀佛看他花48大愿，哦，我还修改的就拍写了。所以好了，这30年之内，从无到有，自己依照中华文化道统，世间法能做好，尽量做啊，带着大家先求平安。求平安以后，我们再精进啊，然后让大家了解啊，蓝天净土，蓝天净土怎么回去啊？再回到第一个阶，我们现在啪回去了，就直接先回归到太极天啊。太极天王禅老祖他是太极天的天龙教主，先到王禅老祖身边，然后再转往蓝天，蓝天就是玉皇大帝的天界嘛，啊，然后再回到极乐世界去，哎，3个阶呢，无阶啦，跳3杠都好，免跳上阶啦。你想跳3阶就能回到极乐世界，那不是该多好吗？所以难怪王禅老祖啊，开始他希望极乐世界他有一块净土哎。那这么多年来，我想到说奇怪的，老祖为什么又要叫我们念佛，又要教我们修道，修什么修什么，多讲一大堆。好了，不管怎么样，有命就修嘛，什么法都要修，都要学。你学好了，来生。你也许就用上哪里。好了，我就想到3000多年前啊，哦，那3000年了啦，我学的易经，那时候所修的易经啊，哦，还有风水学的话，没有想到3000年后现在用，哎，古至今用，用了很舒服的，用了很顺利，大家都能。我相信各位，你们跟我在3000多年前也是同聚一堂，也许都在树下，也在山洞，也不一定。不管哪里，法就满3000大千世界嘛。那我带着各位，现在一步一步的回去，已经讲了回到太极天的啦。太极天、蓝天，我们也已经到蓝天去了啦。哦，到蓝天呢，啊，就然后。要回归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你要回到极乐世界佛净土，必须要把你的本愿全部叫醒起来啦。那么你要回到极乐世界根本就不可能，这一定的。所以这段时间来九九法会是圆满的法会，哦，那就讲到
四十八愿啊，就是唤醒各位同修们十方法界大众们，尤其我们法会九九法会连坐上所有的列祖列宗诸祖灵三界万灵众等啊，我们内在本能本源的本愿不要忘了，你时时在脑海里在心田时时唤醒的时候，你觉得可以回到极乐世界享受天人啊，没有烦恼，没有颠倒梦想啊的境界啊。好了，我们再看第十六愿。第十六愿，我作佛时，我刹中人住正信位。好，那么离颠倒想啊，这个远离分别，那么诸根极净啊，所指信波尼环，不得誓愿众不作佛。说我作佛成就极乐净土的时候，作佛的时候啊，所有有缘的人住正信位。那现在我们唯心圣教啊，各位同修们，你们进入宗门来，你们一定要坚持的正信的位，而我们以法会友，以法会佛，以法会祖灵，我们不能像江湖术士骗吃骗喝啊，无中生有乱讲啊，让人起烦恼，话讲了给人颠倒倒，妖言惑众，那都非常可恶的行为。为什么我们道家后来不兴盛？我们的武术界朋友为什么不兴啊？不受人尊重，就是缺少一个正心位，没有正念。还好啊，我们现在万教都齐化，大家都已经觉醒了，在台湾万教齐化了，这是可贺可喜的，和我所期盼的。我相信终有一天万教齐化以后，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大家共同来建设。但是目下啊，我们唯心圣教，我本人坚持的我的正信，信因果，一定要信因果。我们最怕不信因果，你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的果，是一定的。所以正信从因果做起，那本法门、本教门、正信易经，易经也是开示是因果论。啊，你有因果论的思想和心念的时候，你凡事要决定一件重大事情，你一定凡事要接瞻，好，不要说哎呀没有问题啦，等到问题出来了逃避。难怪现在社会那么多的颠颠倒倒的事情那么多，那都不信因果啦，那没有正信，所以会有很多业报发生嘛。所以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因地果还生，循环的在升起。各位我们唯心贤师同学们注意，要正信因果啊，要正信文化道统，要正信佛所开示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你绝对会得到好报。哦，那啊，远离你颠倒想，颠颠倒倒。
当你有正信的时候，你就不会颠颠倒倒。人最怕颠颠倒倒啦，颠倒你就有梦想，梦想你就有恐怖，有恐怖呢，你就有跨爱，你有跨爱，你心就不安嘛。是主。